是吧？最后两个，没有了，最后两位了，最后一位了，从微信里面来，贝贝，来，找点东西。鲍鱼啊，还有啊，小笼包，二十三，好，一份留下。鲍鱼啊，我买一箱买习惯了哦，现在。我这春节还补啊？太夸张了吧？都没有了，来，大姐来。我只有礼拜六、礼拜天会找到。我喜欢多少块钱？平常我在家里面不会找到我。可以让别人一起看，让免费看别人。很好啦，他买给你，那找你呗，那你考牌。对啊，我不知啦。来啊，要讲国语，啊，你做啥？我无跟你发着。你老公都过来。我做，我做，我做，这什么条？我来看一下。大哥点名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是猪猪胡椒鸡，很多口味啦，我提起来好不好？好。用火啊！用火了吗？蛋白血的对。我让我看，蛋白血的，所以管穿高鱼啊，要三七要三家都不要去。进来，进来。大哥，你要蛋白还是？蛋白得了啊，卖平板啊，不要看。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你鲍鱼先买好不好？鲍鱼先几个呀？鲍鱼啊，香香，希望。有鲍鱼啊！哎呦，阿大哥，你休一下，我没有。要去休啦。不是无消息，叫大家。现在国外回来的都要隔离两个礼拜哦。现在马上马上拼。阿妈阿伯包你吗？阿妈。我阿伯被掉了。他没有拿到，刚好拿不过来，阿妈啊，就丢丢，他多少斤？他几斤啊？我几斤啊？来，好，给我。哎，我刚才你也不开，我怎么开派出所嘞？时间不美丽。来，没讲包，你四个客人来两百块。啊，包干贝还有吗？干贝好像还有。几嘞？春节的包有吗？大哥你们好，你也会春节粮？那什么？红包红包，哦，最后一箱了啦，啊，最后一个了，我玩的多，耶，包鱼没有喽，来，玩家进来，啊，记得肉卷出来，哎，大姐五段。不过台湾还是不是来花台东高坡那谈出来了，我那不在处理啊，来鸡腿肉卷来。合理呀，台湾还是有的。有没有买鸡腿肉卷？鸡腿肉卷三倍。鸡腿肉卷。鸡腿肉卷三倍，来鸡腿肉卷。哇哈！来，这边再这样堆起来，这边再写一下。有看到三百六鸡腿肉卷的邓来看哈，来要吃要三鸡要三鸭来，三百块来。哎，我就觉得三百块。大哥，你有没指定口味啊？喜欢大红鱼。什么口味？胡椒，胡椒的啊，好来哦，三百块来，胡椒鸡，三百的。啊，没帮甘山小姐照啊。来三百哩，三百的。胡椒鸡，沙巴红，猪肚胡椒鸡，沙巴红，过来没叫我？来，猪肚胡椒鸡，沙巴，春节猪肚胡椒鸡啊，来沙巴过来，三百块，最后一个，这是鸡汤，桂花小姐回家了，对，冷包梅果，八梅西巴，沙巴，鸡包个三，来沙巴，最后结两个，胡椒鸡汤，猪肚胡椒鸡都有了吗？那我先收起来了，我来沙巴，沙巴，我来带你先买你的送款。来，国语来，卖赔几千，卖开高，把来我发红，五百块，国语上面价照来啊，照来我先砍掉啊，来我发三条的，七条的，几块包，来我发，几条来，国语五百块，七条就卖掉你啦，我五条你啦，来啦，我发好啦，今年啦，收收的啦，国语五百块，赶快赶快。五百块可以，五百六，两叠、三叠、四叠，来五叠哦，你来。五百块两可以。你在这边干啥？来五百。来可以，五百块来，今天商家没看到可以的动作，快来。五百六。
鲑鱼，你没有说错，你没有看错，它就是鲑鱼。我爸后来。你们两个是一样的，是不是啊？还要啊！快哦，剩下这一箱而已哦。没有了，要吃鲑鱼的动作快哦。我爸后来。鲑鱼来，再开一个。最后一箱，对。我一点没在套吗？一点没。来，我摆对了哈。来，我爸哥。来，我爸哥。五百个。哦，够鸳鸯虾饼哦。来，我爸哥，过来，还没关了吧？张老板，来，我爸哥。不可能。那个游击队可以出一盘上来，我这边。来，快点。来，我爸哥。不好管了哈，好，谢谢来。好啦，多配配好来，好啦，多配配人给你一根有臭骨的骨来。大包哎，放臭哎。香肠不蛋了，我来干贝先来吧，没关系。唔叫点的，我先买起。蓝色打勾就。太管了，那种。来干贝。对，干贝。再买一干贝。几千块来装包，九百就好。千小包不可以跟海王比哦。不要买一千好了，我再送一车。不要跟那疯疯癫癫的那一个航空，不可以跟他比。德国猪脚吧。那太疯了，猪脚太疯了。一百零五。真正上好的啊，小心小点。来，拖腿位，卖俾我吧，卖开心吧，三百，两百好来，紧嘞，最好就收拖腿位啊。可以吗？两百都拖腿位。可以，还有。今天还不错啊，有到一千。无半项真拖腿位啊。对。这是外头价，你家里用的啊。来，大哥，买千毛，买两千块来，买千毛。那你一万张在。买两份啊，来。哦，好。来，你上去。两百块拖腿位。没卡给你啊，我不来了。啊，蓝山的行，我挂出来，蓝山。我特别没有，我不来。上来一两位，他要再。我特别能吧。来六百找你。等我一万。他决定没吧？两百。两百的。我两百，我决定没两。我要一万三。赶紧，赶紧买酒了。因为酒喏，我准备让你吃欢喜啊！我特别能把风过来，没见过。真的好吃呢，我特别哦，你看。是吃干是点名嘞？玻璃鱼有一点。两百块拢买定遐。还有铁路出台。还有普通二阶式哦。还有普通二阶式。还有我的相片哦。还有你的相片，要的加一。是裸照吗？裸照，那微信。裸照。不是裸照，不是裸照，没有人有兴趣。裸照哪里也有啊？我有啦，三回的西村那边。我两百块这堆啊，我唔知你在看到哪位。这是外好食的物件，你敢知影？真正的三毛椒比中铺更加甜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这盘卖你五百嘛，少少，卖你四啊五，卖你四百拢唔免。要食拖腿尾要紧。卡手卡咩嘞啦？这人要求每五百、四百、三百了，来两百了。电脑完了，火腿位来大块，百块来，加点啊！这条鱼这条蛮香的啊！来两百块的火腿位来，多一个加速切。来，最后三个客人火腿位，两百块来，最后三位而已，没有人，没有多少客人，就是三个人跟人来两百了。火腿粉两百块来，虾米块料？两百块拢块料啊！火腿粉两百，你可以买三条。OK， 两百，反正就这样，三条吧。都在，那你们知道我要干嘛？火腿粉哦，两百块呢，后边就得啦哈。我来，最后两个人叫人来两百，来，小姐终于喜欢到东西了，你都不跟我讲，来两百块最后结了。我啊，我拖腿会两百，两百，两百，最后一个人给拖腿会两百，拖拢有啊。大哥，快点啊，刷你甲砍出来啊！砍出来，都给我打电话呀。有没拖腿会上架完了？这盘我包好买，大哥头前买哦。
199了。99我头家请啦。100啦。谢谢啦，你头一个过啦。199够毛，较俗啊，看你往哪会行。人在社会走，心脏要有。来，抽烟按摩压力，但你我重来切掉。来，干杯鸡来。干杯鸡。啊，刷机有开出来吼。还有多利哦。多利。哎，多利啊，小姐多利。来，我爸我干杯鸡。我爸那条牛啊，会招钱咩无？这鸡啊条。鸡啊。讲真嘞，这只300卖你有够少来，两只600，看对，来500嘞，500块，真正好食哦。这三人家己食拢好，一只都错，这赛事伤大，而且一个拢爱当拢一只，来500块，两只600买，来500嘞，真正好食，我无，这无浪费，这食过，大家都拍盘好了干，干杯你自己。500块嘞，剩两只只尔，来500路。阿爸无。来这边给我。哦，剩一只尔，你慢慢收500，收其他500。来找500，来还一只啊。来找500。你们只一只啊？来，我找了。我几只好吧？哎，其他剩这只尔无。哦，谢谢来。好啊，要吃蛤蟆，来三个欧巴出来好不好？阿弟啊。我要刷绿豆，玻璃哦，玻璃豆，玻璃底料，玻璃瓦好呀，玻璃底料太神奇了，玻璃哥的好，来蛤蟆，买100，买90、85、130、300只，蛋鱼来20块嘛，20块来蛤蟆买20只，这些加鸡来的哦，这蛤蟆20哦。哎呦，帅哥怎么给你们？帅哥们都给你们。哎呦，你当国三怎么不拿我丢了？这边结婚都没关系哎。来，阿你几个妹啦？加讲起来。多利雨后。多利爱心，多利三加步啊。15个。15个。这样啊，我们都来过，大鱼开价钱啊，300块，免500，多你300了，一公斤哦，大提水哦，来两包300，一包我无买，一包我请你来300了，多你没有刺没有骨没有皮了，清蒸红烧煮汤，红烧多好吃，来300块，3公斤哦，是2公斤哦，多你300块了，一包够而已。3公斤来300，剩两个人给了，多你300块，好啊！真正好起来，大有名名，300块了，一包慢卖，100个钱来300了，多你，对不对？来个300，来300了，来给你最后两个人给了，多你300，小姐姐讲慢卖。白带鱼还有吗？还有。好吃，好贵，好贵吧？因为面面蒸、面吹、面煮都有虾，来300，最后两个人给多少？多你300块。哇，阿弟弟啊，两个人啊，来订的来300了。来，剩两个人给够我袂袂话，我真正老贵，来300块来。我招一个面汤，叫你欢喜啊，来300。剩了我无袂袂啊，要订下完的啦。来500，最后一个400，来300了。玻璃300块，最后一个客人3公斤，来五妹也去。玻璃五妹，这边的，这两个，阿哥姐，大哥，三个啊，应该个纠结的，他拄好会赔三个，300块，来300，最后一个人叫钱。我今日赔三个还够了，所以我一定要个替你纠结出来。到完了。
啊，恁拢唔吃啊？我带你三百，去了了坐，今仔日来了，我看了三万了袂来。大行在咧拼，来有咩嘅就带你。我买三百咯，一二三，四个啦吼，来，这包都帮我给对钱，再给我存七包利息，然后来，来三百，两包咯，来大包咯，来七百，来五十。都回头啦，你是在了几楼？拢来五十块。你拢袂晓算啊了？要死我啦！来个六折啦。太怕嘞！你搞鬼啊？哎，要吃山地啊，较紧啊！哦，咱一堆人，全部坐了没啦？哦，一堆人要来偷山地偷不？今仔日出现啊！所以山地吼，咱就出来出去佚佗啦，所以不用上来。八个客人而已，要吃山地吧？茶洋葱炒饭、炒面、青椒鸡鸡，能八过来就三猪肉。八位而已哦，来两个，八位而已，动作快哦。要三个喽，最好的没有。现在两分，啊，没超车，没轮。现在两分，两个，六个，来两八，剩两个人给，哎，你拢唔走，我要卖三位啦。山猪肉超好吃的嘞，哎，两百块。走啊走啊走，看你都无穿衣吧，那我一件。在这位啊。点钞车给出来，三百块、两百块的。七个。给收掉吧，两百。两百块。七个，七个。好啊，没人问那各位啊，下去。过来，就是等钞完了，来刷地板，两百块的。两份包在一起。来两百块的，就上来，一客家的就上来。来两百块的，再出动。两百块的，两百的，我还是爱上。来两百块。两包，两包，两包，不是两包。下八颗。对啊，那个需要。这边还没拿到。贵人给。来，大哥来。还有，大哥弄那两捆哦，到了。王大哥来啊，王大哥。来，三猪肉两百。来，下面快点。好，可以收。他早就收了。真的。但你不会收的。来，存两包，两包了。你小半年啊，大来七八，来七三哥，七十块，七十块，来来来，那么远，怎么拿回去？我立马谈就。家离那么远。来，要吃拼盘哦，来，想吃拼盘的举手。排队拼盘。来，那家伙啊。哎，那个烧一些假人点。是，快餐主角会不一样。主角好不？第一哦，很幸运啊。你多会当点啊？收一些就三百。五个人计哦，哎，要吃拼盘，我刚刚点着五块了。来，收一些就三百嘞。这个还有吗？还有，还有，后面是。都出出来了，今天你要吃多少？你看，这地表边你唔敢看，你就拢出出来。哎，可以啊。一个客人吃了，哎，这个不用煮了，太清爽了，打开就可以吃了。来，三百，来，今天过。几块啊？几块？全部变成来三百块。安怎卖？安怎收？几块来八元啊？来三百，四块啊？你不是五包，你是四包，来三百块来。回去煮汤哦，煮那个锅烧面，做寿司，做冷盘都可以吃。来三百块，最好这个钱了。双叶青才三百，拢啊，来五个人个啊，五个客人哦，来一千块的，一千块，五个人个人来一千块，先叫小姐再结款十块。来一千块来，哎，过来要领钱哦。我来拼盘的。我是直接要变完了，来先交我那个，你今天收钱来掏钱，帅哥。你看我帮你交这太紧了。来，走啦。俊杰，俊杰。不能上。我干娘啊！阿季呀。感受到你的决心了。那两边都是我输的啊。谁啊？谁？都是我输掉啊！像叫你安尼做工，不要不认真。你了小帅哥，感谢你哈、啊！你有没有给面人看吼？好不呀？来看价哦，我起码现在看一千的哦，来一千块了。一千啊！拼盘。拼盘啊，锅内拼盘。一千块了。这个是鱼尾的肉串，哦，这个是鸡汤，嘟嘟胡椒鸡，这一包是鱼翅根，来一千块，啊，这包是咱大哥后面过双叶蟹炒，来一千块，来阿婆要抢的。
来几千元，一千块。我来富贵竹心，大一包，这一包霸王的不像的。来一千块，有没有人想还要来一份的？我要给人低卡风。你看，今天还有四块哟。空干暖暖嘛，真正好食，这八分正赞的。来一千块，真正一个买哦。还有几杯哥，这就是后会感觉到你的心情的。好，我会小心一点。送，几杯啊？他加回不？真正好吃，加热就可以了。我呢？帮你留整条。上几万到位？你之前要到。来几千留。一千哦。你弄不来没有钱哦。增加一个六个客人，一千块。X 五车一罐在百五，来一千块。可别看了。一千啊！德国猪脚一斤三四百块，来一千块。你看见了？